啊，等下，喂，等下，我想問啊，如果睇得都係皇家馬德，你識唔識講個你？誒，點講啊？就是叫做有爺齊齊答，兩隊輪流比賽，挑戰隊制答問題，每條題目都由全隊一人一個字咁講個答案出嚟。答題嘅排陣次序由隊員商量決定，每題可以換。答錯嘅話，對方嗰隊就會潑水；答啱就可以潑翻對方。答完三問題，啱得多啲嗰隊先贏。啊，好啦，即刻開始問問題啦！記得啊，你答中嘅話咧，就可以向後撥啦。你哋是但我答錯嘅話咧，一停嘅嚇，我哋就可以喺後面淋爆佢啦。OK， 一人一個字啊，一個字啊，一個字啊。哇，咁我你坐中間，中間，中間就可能會轉噶啦，已經。係啊，平平耳都好問啊。哇，第一條，跟住呢條唔識嘅話，就真係要死落去啦。舉頭望明月。下一句是乜嘢？哇！低，一有字，低，師傅，係，有嘢有嘢，呀！自己添，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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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成桶嘅，聽唔到放低啦，一下呀，一下，一下，分身啲啊，嚟，第二條嗱，呢條難少少啦，識答嘅話咧都係叻仔嚟嘅，瑞典嘅首都。是邊一個城市？五個字。輪到我噶啦！真係輪到我啦！三。B。佢點解 B 我唔知？啊！我知道答案係咩？正確答案係斯德哥爾摩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我有諗過。你講 B， 我哋咪知啦。我個點解知啊？你知啊？不要緊，我未問完，都未問完，係咪？嗱，聽住聽住聽埋，可能可以撞到咧，係咪先啊？電影《鐵娘子》戴翠爾夫人轉嗰個女主角啊，你咁快自殺做咩？可能識噶嘛？五個字，影后超勁，《鐵娘子》穿 Prada 呢個項目。出產車釐子最出名的地方我知道又話識又話識啊爆
斯曼尼啊！塔斯曼尼啊，車釐子，好好食啊！介紹下塔斯曼尼亞嘅車釐子。你係咩啊？雞翼，只雞翼。嗱，其實咧，我哋咩嗰地方嚟啊？塔斯曼尼亞。我都冇睇到嗰一集嘅。咁其實其他我都知嘅。睇其他。我睇下我知。牛油果嗰集你有睇嘅？睇咗啦。好啦，嚟啊！下一條，下一條換人。啊，好啦。嗱，第一題咧，我覺得好簡單啫。嗱，所以我知啊，第一題多數都係低 B 都識答噶嘛。冇錯。所以我坐揾個低 B 嘅坐咧，第一個。床前明月光，下一個係咩？二 C。地上。哇！應該係有條問題目嚟啊。就好似我哋啲投資券商啊。但起碼我哋都撥到一下。所以佢啊，低 B 都識答。荷蘭嘅首都係邊個城市？荷蘭嘅荷蘭，喂，題目荷蘭，首都係邊個城市？運動題，玩就啱曬。喂，阿 Lisa，你又知係 sport？ 咁你話運動嘅？係運動，我係運動。快啲啦！喂，大佬，個主持人廣東話唔識，英文又唔識，真係點啊？呢單嘢可唔可以即係聰明少少？細細我讀少少書。普通話，普通話，普通話。sport 就運動，運動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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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幾個嘅，你冇喐，你冇喐錯啦。嗱，大家，我想問啦，如果睇答都係皇家馬德，你識唔識講個你？你識唔識啊 ？OK， 好嘢。咁點玩啊？咁點玩？我想問上一集點解投你？我先，就下一集會到佢噶啦。嚟啦！嗱，你會睇多啲波噶啦。你小心啲，你真係小心啲！依一集你真係好大機會俾人哋投係對嗰個老鼠屎。嚟啊！咩三個啊？嚟！睇住啊！嚟啊！跟住要咩？下一題，電影《二十二世紀殺人網絡》嘅男主角，奇洛里維。好嚟啦！網絡上形容男人嘅浪漫係咩法？形容男人嘅浪漫。都錯咗啦！咩啊？冇啊！我知啦。